我刚画面是相反的，哎，为什么？这个，哎哎，你看，你看，完了，哎哎，不是不是，我现在画面。影片开始前，感谢昨天赞助的两位，感谢爱哭的猫70块。看了你很久的影片，都没想过过年了，送你一点小小的礼物，希望你不会嫌弃。新年快乐！不会不会，也祝你新年快乐。感谢赞助150块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祝你新年快乐，也谢谢你的红包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们昨天的感谢留言，今天片正式开始。这游戏如果再没有鬼，我要退费了。干你妈！傻小，看看地上有东西啊！你们看到吗？这个是感应鬼的，是不是？然后他踩到会有噔噔噔。哎哎哎，干嘛干嘛？干他踩到了，他踩到了，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，再见。哦吼吼吼吼！哦，小屁孩，他留下一滩尿尿走了。看这个鬼还在偷关我电灯，哎、欸，他刚刚被那个捕兽夹夹到，你没有看到吗？第三天，今天会发生什么事呢？我们先去开个灯，开个灯，打开 ，very good， 来看纸条。我们有一个退出的区域是红色气球，然后没有危险，这个是没有危险性的，什么意思？我们去找那个气球看一下啦，那个气球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噔噔噔，好像在我前面哦、喔，那个鬼在我前面。哎呦，干什么的、啊？有事是不是？啊，哦，是你哦、喔，小屁孩。没事啊。哎、欸，你好。小屁孩放一个屁，很安心的走了。还是我们要逃到那个区域，是吧？感觉要逃到那个区域哦，怎么每一盏电灯都关的啦？你是不是有毛病？没有，你没有毛病啊！天这么黑，雨这么大，为什么小屁孩？哎，干嘛干嘛？等一下，哎，看，我刚画面是相反的，哎，为什么？这个，哎，你看你看，完了，哎，不是不是，我现在画面。我懂了，各位，那个气球会让我的左右相反、上下颠倒啊！我的老铁啊，怎么这么强大的鬼？哎、欸，这个鬼是……哎，这个鬼真的是我的……不是啊，那个气球真的是我的障碍哎！你看，你看，完了完了，我现在进入他的领域，我不能进入那个领域，那个领域我的左右会相反，超麻烦。那这样我在跑，哎、欸，完了完了，不是，我想转回来，好，哎、欸，老二人，气球超人，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，我觉得设定不行哎、欸，这完全是我的障碍啊，完蛋了，我等一下这边万一死很多次哦，不行不行，我起码要撑到下一天看有什么新的鬼吧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完了完了又相反，完出事了。好，冷静的打开每一盏电灯，又相反了，又相反了。最好是没有危险啊，这个超麻烦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慢慢的上手喽。完了，这个左右相反超难受，超级难受，而且它不是只有左右，你知道吗？它是上下也颠倒了。开始感受到逼玩家退费的恶意，干，这要怎么控制？哦，你阿嬤，你阿嬤西瓜，你好，我又正常了，我正常了。我们要冷静，敌不动我不动，敌动了我就死给他看。左边，美女在左边。你好，早上好。不对耶，这里哎干，他把左边电灯关掉了，危险危险危险！我们要站在有这种感应器的地方啊，才能知道鬼有没有来。我们就死守这了，这里有三个电灯。
不要关啊，关什么电灯啊，女人，白烂是不是、啊？什么声音？什么气球破掉？碰一下，这气球碰不掉哎、欸。来来来，鬼来了，没事了没事，我们一定要死守。他在前面，前面被碰了一下，我跟他绕，我跟他绕，绕圈圈，开始慢慢掌握诀窍了，各位。完蛋完蛋，电灯，他还在控制我的方向，我看不到，我什么都看不到。你好，我现在的作战目标是我尽量不要上下，我就控制我的左右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去这边绕圈圈，嗯，控制左右 ，very good， 然后去开，完蛋完蛋，我又迷失方向，不是，冷静，兄弟们，冷静冷静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我现在真的蛮认真的、欸，我发挥有比平常100万个认真度去玩这款游戏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确保屁孩不会远离，然后气球也控制在这里，不要上下看。然后鬼关灯，我就开灯。嗯，我调皮怎么样？抓不到我，抓不到啊，抓不到。哎，完蛋完蛋啊，又迷失方向，完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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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难控制，好难控制。如果只有左右还好，这个上下真的是我没有办法哎、欸，那戳到我的痛点了，真的好痛哦。跟屁股一样，哎、欸，要结束了没？鬼鬼，我们看一下第四关是什么鬼，好不好？稍微看一下，感觉可以退费了，好难哦。有一只 dog 啊，狗狗，人面狗哦，然后他要用那个什么喷雾去喷他、欸，要开始对他使用奇怪的东西了。哎呦，小屁孩，你冷静，小屁孩，我开个灯，你不要紧张。这喷雾好像是无限的，那我要放心用了哦，谢谢你哦。啊啊，有喷喷喷喷喷！啊，抓不到我的啦，傻逼耶！然后我听到有白痴踩到夹子，哎呀！哎，这个狗跑超快的，我发现，我们真的是要小心一点了。我现在有点摸不清楚那个女鬼的。他到底是隐形还是怎么样啊？有时候现身，有时候不会，好像有点麻烦。什么声音啊？谁有咳嗽啊？白痴是不是？我们就在那边迂回抖动，不要轻举妄动。哦，他来了，完蛋，他来了，他又走了。他是用飘的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喷喷，哎、欸，喷喷，还想抓我？怎么可能？我这个点是无敌的、啊，小屁孩来喂哦。鬼来了，鬼来了！先喷一下除虫喷，赶紧乱喷一通。这次没有气球哎、欸，你看没有气球就简单多了哎、欸，完了，刚说就出了，出代机啊啦！好，冷静的把电灯点。哎呦，喷喷喷喷喷！干这个左右颠倒。看屁也看，还给我放屁！蹲这么低，想帮我吹是不是？我不动了啦，不想动了啦。我喷雾没了啦，我已经死了、欸，我现在没喷雾哎，原来是有限制的呀、啊。你好啊，其实他走得很慢，不要理他就好了。不行哎、欸，他会一直疯狂追哎、欸，完蛋了，我现在是完的。
好啦，我觉得这个游戏其实有点难，真的蛮难的。我们今天这款游戏点到为止，好不好？点到为止，该玩的都玩到了。如果继续玩下去，我可能会被他的气球气死。我们把回忆停在最美好的时刻就好了。前半段真的蛮刺激的，蛮好玩的。但自从这个气球出现之后，就是一阵烦躁，太麻烦了。那个左右相反、上下颠倒，到底是有什么反社会人格啦？如果没有这个气球的话，我觉得放100只怪物都没什么问题啊。不过整体来说，这款游戏刺激感是够的，推荐给你们，好不好？有兴趣的可以自己玩看看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这款后事就玩到这边喽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我频道。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